身后的这栋大楼，有一名年约40岁的妇人在大楼的栏杆处与警方僵持不下。当觉得自己情绪快要失控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一个抽离的练习。跟我说的那一套，一点屁用都没有。我们心理师自己的状态很重要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恢复咨商。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人类很原始，还是得靠这些药物来治疗我们的心理？这么知名的咨商师也会有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时候啊！我约了一个月才约到今天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我说错了吗？帮我准备记忆重建室。爱上自己妈妈的前男友，还跟他生了小孩，结了婚，你没有问题吗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哪里偷来的记忆备份？为什么你的记忆？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我跟你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了？我